一定要吃鬼鬼啊！睡觉的时候才要吃鬼鬼啊！是睡觉的时候吗？对。好像是醒来都要吧。妈妈跟我说，我小 baby。哦，那要嘴关了、啊。要睡觉的时候才要吃鬼鬼。要那个。嘟嘟。你看，你看就可以，可以马上看到在录音的状况，看可以现在在选择要停止或是照相。啊，对，也可以取代那个摄影机。哎呀，你可以把它放在前面啊，按到这个按一下就可以照了。你的电池可以撑多久？电池可以撑连续拍大概一个小时吧。那你还是可以插着那个行动电源，边拍边充，那也就对了。这个，那个 HTC R1。我买中古的2500。中古的。对呀、啊，中古的还附记忆卡。是去虾皮买吗？对，在虾皮买的。明天应该都休息。没有，休息上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